四合院呢，是老北京居民最主要的一种居住形式。那么我们所说的胡同呢，就是纵横在一排排的四合院之间，采光、通风，还有供人通行的这种通道。重重的四合院和胡同呢，就构成了规模宏大的北京城，也构成了北京人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方式。北京的胡同呢，大多是东西方向，而大的宅院呢，一般都是坐落在路的北边，形成一个坐北朝南的格局。四合院顾名思义，指的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各有一排房屋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口字形的布局。一个标准的大四合院，面积呢大概是200多平米，但是呢，它利用垂花门啊、山墙。这些分隔的这些设施可以分割出十几个小院落，这样的格局呢，保证了家庭成员们都有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，既保持紧密的联系，又能有一定的私密性。四合院的大门通常分为几种不同的制式，那么从高往低了说呢，是广亮门、金柱门和如意门。那么大门的制式越高呢，也就当然代表这个家人的地位啊，等级越高。咱们看门上呢，有几个这种六边形的凸起，这种六边形的凸起叫做门簪，是主人品级的象征。如果是四个门簪呢，代表主人的官位是1到4品官；如果是两个门簪呢，代表主人家的官位呢是5到7品。那我们说古代婚配的时候讲究的门当户对，指的就是通婚的两家人门簪的数量，还有大门的制式要相配。那咱们再看这个门上哈，有两个这样的兽头，这一对呢叫做门伯，小兽头上面这个兽呢名字叫焦图，它呢是龙生九子里头的一子，啊，它是一个比较善吼的这么一个兽，所以呢我们传统上呢把它作为一个镇宅的野兽，当你叩打这个门环，过去敲门的时候都没有拍门啊，那样很无礼，通常都是叩打这个门环，那么叩击这个声音呢就形容这个焦图在吼叫，那么有驱邪的作用。再往下看呢，这个大门上有时候会有这个门槛啊，这个门槛呢实际上它有防水的实际功能，那么也有驱邪挡鬼的寓意。因为时候古代时候说僵尸的膝盖是不能弯的，所以呢它是不能跨过门槛的。那大门的两边呢各有一个石墩儿，这个石墩儿呢叫门墩儿。门墩儿呢有两种形状，有圆形的，有方形的。那么在古时候呢，这个圆形跟方形呢代表的是这家人做的是什么官。比如说圆形的呢，它形状像一面战鼓，是武官家庭所用的门墩儿。那么方形的呢，它形状像一枚官印，也像过去的士子进京赶考的时候所背的那个书箱，所以它代表的是文官。那门楼前面呢，通常还有台阶儿，这个台阶儿的数量呢，是和上面门簪的数量相对应的。那么三级台阶儿对应的是两个门簪，五级台阶儿对应的是四个门簪。那么北京的四合院里呢，经常会栽种一些植物，比方说有丁香啊、海棠啊、榆叶梅啊、山桃花呀这些。咱们四合院里院里边的树呢，最多的是枣树，也有石榴树啊、柿子树啊等等。这样呢，主人家不但能吃到自家种植的新鲜水果，同时呢，枣还有石榴这种也有早生贵子和多子多福的寓意，是民间传统上吉祥的象征。有一句老话呢，叫做老宅门前必有老槐，说的呢就是这个槐树有多古老，那个宅子呢一定就是个老宅。那么你看像北京有些胡同哈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槐树种在胡同里呢也是一排一排的，那么在夏天的呢会投下大片的阴凉，
老人跟孩子呢都会在树下去乘凉，那么也能听到树上有一片一片的知了叫声。那么我小时候对胡同的记忆呢就是这样的情景。那么通过四合院的建筑呢，尤其是四合院这个大门的制式，你能够看出老北京人呢他是有这种非常的严谨森严的这种等级制度。但是大家同住在胡同里面，这一条胡同里呢又都种着差不多的树，所以呢其实胡同呢就相当于一个非常紧密的网络，能把这种不同等级的人呢把他们联系起来，然后大家形成一种相似的生活方式，相似的生活群落，就是老北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。